我一个人吗？不会吧？坏了，有点可怕。他有盾，他怎么那么好运啊？怎么那么快？对啊，他这样子，一二三，四五六，一下就找到六个铁。我靠，那太强了吧？对啊，运气太好了。他进来才进来三分钟，现在才开始三分钟，你就找到六个铁，刚好可能有洞窟吧。嗯。我靠！早知道我不要搭船了。不对，不是这。你卡在船上，你是说你船上下不来哦？我刚刚想要搭船走，觉得很可爱，结果就被他打到，卡住了。卡住啊！有啊，因为这边有峡谷，他可能出生地就在峡谷旁边。嗯，可是也很快、欸，很夸张哎！哦，只是我也才拿好时装，然后打个东西就走了。现在知道。先在地下发展一下，等待跟队友汇合的时机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现在我等一下就要往下挖了，我先挖个木头。哦，哦，有人说他开，还有一开始说是他开冲到哪？哦，是哦，那早知道就更不要打了，垃圾哦。他开冲到哪？什么意思？那他一开始有说，因为他是单人的、啊，所以他会开冲到哪那个铁剑盾牌，然后他会去掠夺。哦，他是死人，他是一个人哦，他是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在那边哦。对啊，我们就哦，小雨你都没在听，我刚不在，我就重开电脑。哦，你没在听，所以还想要跟人家打。NPC 会随意攻击 NPC 就对啊，打了一下，发现人家是铁装，马上逃，欠揍，被打死活该。再往下挖。来，再往下挖，孤单哦、小心！我看他这边 NPC 打死一声，哦，感谢，喘不过气、啊。哎、欸，有哦没？哎、欸，怎么有个人的收讯是？哦，看错了、欸，哦，没有，汪汪的好像怪怪的。哦，然后他的那个收讯条怎么？没有，他那个聘有 skin 比较特别一点。嗯、哦，对，聘有 skin， 秃鹰护卫军安安跟别队合作，算了吧。然后有一届有发生过合作事件，对啊，对啊，有一届是什么死到剩下一个人那一队跟别人合作嘛，我记得。对啊，是草哥。那我那个附身在枯手身上。像玩 UHC 啊，因为时间的考量，就是通常只挖一个。只挖一个哦，只挖一个哦。对，因为像你这样子，虽然这个视觉美观非常的棒、啊，但是、嗯、为了速度，对，了解了解。然后通常像挖到二十个的时候啊，是有机会挖到黄金、嗯、比较多、嗯。对，那不然的话，你就是挖到第十个，第十个挖钻石，对，挖钻石。哦，因为在那途中都是可以有那个、啊、铁的。嗯哼。加油、哦！我不会告诉你附近有什么东西的。我加僵尸声音，我还是回头好了。不用怕、啊。哎、欸，安安，哎、欸，干嘛？你走开啦！我没有听你说那个啦，你有那个装备啦，八七。他走错路了啊！我看到哈基打起来了。哈基被反了，打死了。你这烂透了！你等于是送他们装啊！就是我刚好看到一个，哎、欸，明就有一个那个小雨的黄的衣服刚好过去被我看到。对啊，我叫他逃。我其实没有很想要帮他，可是想说算了。我原本还搭船过去要他跳过来，然后后来就看到他走偏了，我就过去打你，结果打你一下发现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是铁质武器？快逃！你知道我一出来就挖了木头，就往旁边的洞窟走。哎、欸，铁，直接做出铁斧。哦，你找到的、哦，哇，啊、太 lucky 了，对啊。给你，我先闪了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对啊，找到的、啊，我就说还是有，因为旁边有峡谷，有可能就是刚好找到。哎，繁星。哇、感谢夜儿订阅啊！繁星带领着他的小伙伴四处溜达，好恐怖哦！好好笑、哦，因为通常不会有三个人在上面，他们三个人在跑。
食人族战法、欸。啊，食人族战法。对，一股脑的往下挖。哎，有。哇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六个铁。现在在差不多200，然后七的地方。270，我看一下，我在。因为他们也在挖挖了。我在194-35-76。有，那有点远。距离，我们只能等待。对，我想说，因为我的自己很靠近中间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样挖会不会挖到外面去啊？等一下，外面边界，边界是边界是零零啊。欸、中哦，对，但是不会挖出边界化呀、啊，对，挖不出去了。哦，我怕会挖到边界，所以中间是零零，是不是？多比优斯克，别、啊、不用那么早去中间、啊，因为等下为什么你挖的梗好好笑？什么东西？你刚不跳不上去？没有啦，我刚没有，我刚是想回头看一下，因为我怕哎，靠边挖到洞穴。我挖洞穴，先把毒水好。对，安全的话是毒水。你毒用木头毒，啊，用木头毒怎么了？你要拿石头，你用原木毒太奢侈了啦。哦，石头，哦，好好，等一下，石头。哦，要被打了。不用怕，不用，他不会打到你，他不会打到你。那我看看，会，要抢到哪里？哎、欸，赚你经验值好了。你右下角有调那个声音吗？有啊。哦，那你应该会听到很多怪物的声音吧？好像也听到蛮多怪物的声音。你像这种地方就是要小心骷髅弓箭手啊。哦，对，因为没有盾牌的话是没有办法跟骷髅打。是的啊，骷髅现在真的改好强哦，没有盾牌上面打了。对，我建议你是就打一打就退了。我被蝙蝠吓到。几个经验值？我就建议你退，你赶快逃、啊！我刚想要吸一下经验值，结果被射了一箭。你快走，你快走！我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我走了。哎、欸，喂，这里好，这里没挖好。我就说这一格你没挖好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拿这个去改？算了。哥操！各种莫名其妙。我就在干嘛？没有，没有，可以，可以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这个啊，不要吃腐肉好了。不要吃腐肉啊！你没有东西吃哦。小雨，你快救他！你在哪里啊，小雨？我在被苦力怕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旁边有苦力怕，很危险。等一下，哎，不要，我要先解决我的。这边那边好，应该往这边挖彩电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分开来了。哇，我们两个分超远的吧？刚刚闹跑的。哦，瑶被空空打死了。瑶被空空打死了。吓我一跳，那个死人的声音有点可怕、啊。你学菜米吧，恐怖啊！这游戏怎么这么恐怖啊？好了，那小雨你自己加油，我去努力帮助枯爽。好好，第一次游玩，我还可以一点点。所以枯爽你没有食物哈？食物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我只有腐肉没有食物哎、欸，糟糕。哇，那你可能要等10分钟，等白天上去打一点东西。真的，不然我现在感觉有点危险。那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先挖到20格，然后去挖挖东西。我又有怪物。等一下，我现在32了，还差10个。哎，痒痒。你有苹果吗？没有，刚刚没打到苹果。你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多砍一点树，打苹果。有啊，在砍的时候，后来就砍到一半，听到你们被追杀，我就跑到地里去了。欸、你跑超快，而且你的那个地底是直接堵起来，所以当我们如果遇到危险想要跟你汇合，也汇合不了哎、欸。我又不知道，我是听到你们有人死，我才躲起来的。Oh. 我们还在找你们，然后找不到，后来听到你们死，我就只好先躲起来。好。你的地洞超可爱的。对面，这就是新手的随便乱挖地洞。你这样就是会上不去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上不去。专业的地洞，没关系，等白天我会告诉你。啊，我们迟早上来去。挖一堆碳，我靠，我已经5等了。OK。对了，加油！干嘛？有煤炭就可以做火把。安德走开啊！我要打你。哇，遇到安德应该会蛮衰吧？哎、欸，怎么又有僵尸的声音？真是的。不要在这里。啊，对哦，这样忘了换标题，等一下我再换一下。
等我死了再换好了。又有僵尸声音，好惨。往右边吗？我看一下，右都可以啦，对啊，因为现在还不着急。在左边，那就往。你重点是要想办法挖到一些矿物啊！你好像还没挖到那个铁，对不对？有，我身上有六个、啊有六个，那你可以先做盾牌啊。盾牌哦，对，我可以做盾牌。对啊，看我身上木材够不够？木材够，做个盾牌。哎、啊，我刚刚工具箱忘了挖开哈，我的工具箱，工具箱放哪去了？我的工具箱，算了，直接做个。好，我又有工具箱。我觉得我死掉真好，可以看看枯手立志记。你把合成台放在那里，等一下不就跳不回去？我可以把它挖掉。好，这是提醒自己挖掉合成台的一个盖法。好，Yes。等一下，哦，这是谁啊 ？Hi Chocolate 666 ，Rescue。太好笑了。战争的五副桌子，弗利帕跟安德。哈哈哈哈哈！第几个？看一下，现在到第二十四格了。我要努力的活下去。看，现在十五分钟，剩下五分钟，我就该回地面上了。哎，有黄金耶！有黄金吗？哦，那你做个铁镐啊。对啊，做个铁镐才有办法。做个铁镐。哎呦，运气还不错哦。挖一个。先往这边呀。Getting your skill。往这边哦，往这边。异常的可爱感觉。好，我铁镐了，可以挖黄金了。现在一圈多人陪着我看枯手挖矿。好，我一定各准备嘲笑，可恶，说一起当边缘人了。没有嘲笑啊，我们都在很励志，很励志，太励志了。一个第一次，应该说，刚刚第二场 UHC， 对，人生第二场 UHC。本来说刚第一场因为自己犯蠢掉进岩浆里死掉，不会，第二场这个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好，等一下剩下四分钟，我的红石没有屁用的红石，可恶。可以有经验值。对，红石有经验，因为 UHC 重点是之后会附魔，那附魔需要等级，所以煤炭啊红石我们都会挖。OK。对，但是你们附魔小雨，你有东西可以附吗？甘蔗皮革有吗？我是有，这么厉害啊！刚刚就是为了打甘蔗才会被揍啊！哦，好，挖到红石，很好，还有，好，枪枪，天好像快亮了，不过还没，天还有四分钟啊！哇，你都有计时间哦。Okay。右边不是有显示吗？时间那个17不是17分钟的意思吗？哦，对对对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那最近才新出的啊。不是哦，我知道了，之前没有的。这个设置还蛮贴心的。小雨如何啊？我在努力求生。我两个跟队友分开，最近我们两个会不会有汇合的一天呢？我是会。直接想办法就往中心。中心啊，对啊，我其实我没有在看坐标，往哪里挖？你为什么铁都不挖好啊，小雨？啊？那个卵石不是你盖的吗？都这边吗？上面呢？我听到头上有怪的声音、啊。怕屁啊你！我只剩下、啊、看你啊，看你啊！我只是以为你看到铁，然后都不挖、欸。不是啊，是因为听起来很危险，所以我。还上得去吗？我现在开始怀疑，我等下上得去吗？我能回到地表上吗？我感觉一上就会死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到哪里？已经到第七层了，已经到第七层，往上三格，一、二，对，第十格，就是这里了。好，我把算了。怎么了？酷手，你懂了？没有，我现在刚好到第十格，我要开始往左右开始挖了。没关系，你先上去找食物吧，我怕你饿着啊。说的也是，好。啊，之后可以再下来啊。UHC 有过一次饿死就好了。
成为史上第二个饿死的人，有一次经历就行了。对，你，哎、欸，好像，哎、欸、哎，对，好像是，我有点迷路，这样子。干嘛你在窃笑？这是背后啦，都走火把那上面那里啊。对啊，我要上去，我在想要怎么上去。盖上去就好了，盖个路。好，想办法盖个路上去。好，嗯。用盖子，你会说，好，你是很怕你盖路、嗯，然后把你下面的路给挡住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非常怕，我不然把它盖住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回去。不会啦，我会啊。你都有一个专业的天眼兵陪着你了。不是啊，你不知道我的台有个专业指令，就是我记录我迷路的次数哎。哦，来来来，往上往上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、欸，工具台，好、oh,，OK，OK，OK、okay, okay, okay. 欸。好，盖一个跳上去，你可以的。你做到了，我做到，我成功了，我要回到地面上了。没有没有，还有一段。